我小姨这种女人，不讨男人欢喜，直接不矫情，敢说就敢做，这种干净利落的女人是我的偶像。是啊，我小姨帅气吧？帅。女人要的是风情万种，要什么帅气利落？许安杰，嗯，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有想追的人。有行动计划了吗？估计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小安姐，你也太弱了吧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那个泡泡茶泡茶。杯子洗了五遍，茶叶舀了三勺，热水都烧开两次了，你泡茶。小安姐，假设你的心上人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要怎么做？他不是，假想把老秦这张脸换成你的那个他，换了也不行啊，太矮。所以啊，老秦，你是不是也没谈过恋爱？我告诉你，我经验十足啊！面对自己喜欢的人，你就得勇敢地对他说：“我要追你。”对，说。说啊，说吧，说，哎，去哪儿说去？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喂，石总，我是小安，老大身边那个最不起眼的小跟班，我要跟你说，我要追你。不是老大的男人，你也敢追啊？攀岩馆是吗？我这就去。哎，不对呀，石大神是我小姨的。哎，你不是？哎，还真去啊？别看，干活。我没听错，你约小安去攀岩馆。那什么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他喜欢的是秦时雨。他喜欢秦时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，对吗？嗨，你不是说你不去攀岩馆吗？你可想好了，到那儿肯定会碰上南墙。我都说了，我约的是小安，小安，小安。行啊，嗯，你是找机会找借口捡南桥吧？在解决安宁的问题之前，我只能在远处看看他，看他一眼就够了。那你可要当心啊，不要让你这种保护欲让别人误会，成为一种欲擒故纵的老套把戏。要的。石总，你还真来了。你来了就好了，你越玩得尽兴越开心，他才越生气。我跟你偶像有话要说，给我们制造点私人空间。
这就对了。小姨，真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就应该大胆的说出来。小安来干嘛？他就是来增加你抢男神的难度系数呗。喜欢你男神？嗯。如果他是我的，那么也就是你的。逗，我去搞定小安。别去、哎！小安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小安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常说，幸福必须是你自己争取来的。一旦找到合适的人，就不能把机会让给其他人。我们女人烦一个男人的时候呢，就直接上脚踹，多下点力气才能保留点自尊心啊。小安姐，嗯，对付你呢，我本想用点脑子，现在看来。什么情况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过来，挑战没成功吧？我不想跟你长期处于保持距离的第二阶段。我喜欢新鲜感。我们现在只有新鲜感吗？你教我的是，不管说什么话、做什么事，都过过脑子、动动心思。我想了想，喂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有点事情要办。